查尔斯蒙兹驾着他有名的飞船，他征服派克峰，他征服大峡谷，他征服圣母峰，他绕过圣母峰。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吗？有，就像蒙兹本人说的，走出户外。气球往哪去？走，我们去拿。我叫艾丽，在那边。好，去拿吧。去啊！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你必须发誓，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真心发誓，快点！我的冒险手册，你认识他？查尔斯·蒙兹，探险家。我长大以后要去他去的地方。南美洲，就像美洲，但在南部。你知道我要住哪？仙境瀑布，失落的世界。这一页是从图书馆书上撕下来的。我要把社团小屋搬去那里，就在瀑布旁。谁知道那儿有什么生物？等我到了那里，你看。我留了这几页空白，记录将来的探险。只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去仙境瀑布。对了，你可以用飞船带我们去那儿。发誓带我们去，真心发誓，快发誓，真心发誓。好，你答应了，不准反悔。好，明天见，小子，再见。走出户外去探险，知道吗？你不爱说话，我喜欢你。哇、wow。